成脸肿起来呀、啊，因为吃太多那个那个中药，中药，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，他们叫我去那个华丽看那个刘中的那个皮肤的医生，有一个医生在那边，用完钱200多块。拿了一罐的 cream、然后立肥皂跟我打一针那个止痒的那无力止痒的药，药拿回去吃一下，头头两天会比较比较没有降痒了、然后 cream 涂上去也是没有效，后来我是想不要了，我就想起我的裤子哦，买一下放在那边睡觉，后来Aulora pants Aulora pants Aulora pants 新年年初五哈，初五 Collina 给我，我很高兴拿到、我就穿了一个星期，然后三分钟热度，不是很开心啊，放就那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脚不会抽筋了啊，不穿了、放住了，我冷不冷了，效果来了，有效果了，就放着了，很高兴了，放就那边就没有穿了、然后想到说啊，身体痒，又想到说拿来穿，穿上我就想，哎呀，我的裤子，我的肚子这边啊，有皮肤啊，被他那个痒了哈，痒了，然后我擦一下，然后那个皮破掉了，然后就想，哎呀，不要穿了，然后弄得肮脏肮脏，又放住那边，不要穿。到后来没有办法的时候啊，我就穿，然后我的老公就笑我，看呐、你这条 Superman 裤，哎，不能，Superman 裤，Superman 裤。你怎么一个 Superman 呢？怎么一个 Superman 呢？脚穿好了吗？我穿的是抽筋。他抽筋好。然后像做什么啊？因为穿了像那个 Superman 一样的。紧身裤。可爱呀，她老公哦。我穿了，然后两个星期过后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看一下，好像肚子啊，那个啊，已经没有僵那个。蛮粗了。痒痒的皮肤，没有，我那个时候我是那个爬一下皮全部破掉啊，破掉了，然后会出水吗？是就是出水，出脓什么？没有脓，我就是爬了有那个血水，因为皮肤破掉了。是顶流量吗？会出水，会出脓，可怜。哎呀，我怕这样。这样是顶流量吗？你拿去他们看，一定是是啊，然后反正是这样讲。看了中医，我最后看了一个中医，他是跟因为看了那个中医，他是跟我讲说，这是其中一种，但是对他们来讲说，只是那个皮肤敏感、皮肤敏感、皮肤干脏，可能都是这样的。有看西医吗嘞？哎呦，西医有。不要讲了。刚开始就是西医一直打针，打了几次针，打几次针，一针一个月，那一个月然后又开始痒了，到慢慢的后来三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一个星期，甚至7:30打了，8点上 office 还在痒，还在卡，没有效力了，打到最后没有效力了。多久嘞？多久啊？半年时间，半年呐、半年时间没打针，没有效力了。几年？二零一，我刚发现的时候是2017年。2017年11月的时候，我发现到有一粒一粒，我跟我先生讲，是不是顶流呀？他还跟我讲，没可能，顶流呀，还上不落呢。多上多呢，一里去多上多呢，都能我顶。啊，一般上很危险，很危险的啊。然后我就想，哦，这样啊，这样就没有什么了。到2018年的时候，2018年3月开始就不耐了，很痒了，就很多，慢慢的很多了。天哪，没了，后面是吧？后面没有，我可以到后面这边，我只是肚子这边，然后。脖子这边，然后手这边，哎呦，手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自己很自卑，那时候我那时候同事认识了吗？同事跟我讲一起去吃饭，然后我去吃饭，我要叫他们没有伸手去拿菜的时候，我就赶快那个放在我那边，我的手很难见人呐、人家看了会怕啊。你这样皮肤全部是那个蛇皮那样，像蛇皮啊，是吧？破破的啦，
破的，没有皮破掉，好像有脓，有水，有水。你流皮血？不是流皮血。然后我讲，然后我现在好了，我的皮肤就好好的。那就是说穿裤子了。Aulora pants。你还有吃别的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没。那个时候权力都还没有面试。啊，还没有面试。权力都才面试。嗯。权力的裤子穿好的。嗯。我裤子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二零一八年嘛，全力都是2019年才开始。十二月，我出去那个时候十二月隆庆，一月才真正那个，所以我是差不多十月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穿，我是差不多穿一天里面啊至少。就是我冲凉的时间没有穿了，我放空。看到他那些伤口怎样，再慢慢就干掉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伤口的地方，我是穿了两个星期，我就看到它就干掉。然后一个月过后啊，看了。会还会痒吗嘞？没有，你穿的时候会痒吗嘞？那个时候会痒。会还是会的。只是说它会慢慢干掉。干掉，然后一个月过后啊。完全好了，那真的哦，不用再去看医生了，就是裤子而已哈。因为医生，我也怎样讲啊，已经没有信心了。没有信心了，对。他只是给你控制，他没有给你修，也控制不了。治标不治本啊，因为他的 cream 啊，你是内部选哦，你不好哦，要一直涂。然后我去公司，他就跟我讲，你这个 cream 你不要时常涂哦。没有办法了，两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感恩了。然后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那时候脸在脱皮，那个是几时的时候嘞？脸脱皮。啊，他那时候他脸是脱皮的哦，他整脸是脱皮的那时候。今年年头。年头哈。这怎么会脱皮嘞？就是那段时间吗？就是那。在穿裤的时间吗？穿裤。那时候在穿。After that 啊。我的那个。好了过后。就。然后脸开始就脱皮啦。脱皮。嗯。脱皮好了过后呢，就完全好了。啊，完全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吃雪梨多。哦，雪梨多一起加。那个时候雪梨多面试了。没登当，非常好的见证。OK，Good night，拜拜。